刚才我在外面，几号来着？28号10点多，10点1刻差不多。然后我在外面闲逛的时候，突然就轰炸起来了，就在我旁边轰炸。然后我在路上，我的妈呀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气浪啊！哇，真的是整个简直是地动山摇。我一个人啊，就是我，你别看我平常挺胖的哈，但是在这种大型毁灭性武器面前，我的天呐，那个浪真的是。然后一个不小心被某单位给救了啊。然后在他们的那些军事基地里面，给你们拍一下。这个军事基地还挺大的，就给你们一个这个角度就行啊，其他角度我就不转了。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你这，人家救了你，你再这么烧包是吧？人家会揍你的。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是在什么地方。真的是一个，感谢乌克兰人，他们真的是很善良。